一个女孩加上全公司上下为你的欲望买单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对我来讲，觉得我是流氓，24岁的流氓。昨晚的事真的是因为泄露视频导致的。对呀、啊，咱一定要抓到那个罪魁祸首，打他一顿。我去找老板，和他说清楚。陈美如，你有意思吗？你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吗？美如姐姐，之前要是有得罪你的地方，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但是这次我们就是无辜的。这次的事情肯定不是针对谁，应该是你们的内容不符合发布规定吧。这事要怪只能怪你们老板，我建议你们从头再来，重新注册一个健康的新账。陈美若，从头再来，你说的倒轻松啊。陈美若，你自己从头再来了吗？花多长时间？12年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他们也是人，有梦想的，付出了很多才有现在这些粉丝。嗯，他们为梦想付出的精力就不值一钱吗？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走吧。他们这次是被冤枉的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是专门针对我吗？段水流，现在不是我在针对你们，是你在针对我。我今天真的没有心情跟你闹，你给我起开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凭什么总觉得自己可以随意处置别人的命运？凭自己脑袋里面念想，动动手指头，别人就得付出代价？你谁呀、啊？我听不懂你的潜台词。既然都知道是潜台词了，说明能听得懂啊。他们和某些人一样，某些人懂吗？都是活生生的人，有喜怒哀乐，有心的。别因为自己的爱无能、性冷淡，就去碾碎别人的生活。别再来一次了，这很不道德。你不是我，别随便定义我的感受。陈美如，你胆子也太大了。我是不是平时对你太好了？你真不拿我当老板了？他是我的同学，今天来呢，主要是想查清楚肖浩的原因。那你有没有跟他说，肖浩的原因就是你啊？我，装，还在这装清纯。昨天晚上看那不良视频的 IP 地址，不就是你的吗？老板，那是个误会，那是我误操作。整天跟朵白莲花似的，神圣不可侵犯，假。你脑子里有幻想，这办公室里这不都是现成的吗？有必要偷偷摸摸回家看吗？我没有。人不可貌相，真的都查清楚了，还在这狡辩。你知不知道，你这么闹一出，公司毕业公司可能就没了。一个女孩加上全公司上下为你的欲望买单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对我来讲，觉得我是流氓，24岁的流氓。